心建成港，祝你愉快。听众朋友，今日依然有我 Raymond 同你一起积极面对现实，面对生活。所谓花冇百日红，人冇千日好，我哋终须面对现实。其实大家都好清楚噶，问题系要面对现实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咯。点啫？好好丑丑，我哋都咁样生活咗几十年咯，依家先至话要认低威，由头嚟过，好难咯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其实我哋有冇试谂过，就算我哋几唔愿意面对现实都好，佢都会逼埋嚟噶啦，系咪先？重点系面对现实，并唔系我哋想象中咁难堪嘅一件事咯。因为面对现实唔系认低威、承认失败嘅意思，而系换个心态去应对现状，以取得突破嘅成绩。正所谓山唔转路转啊嘛。实际上，只要我哋嘅心态摆喺正确嘅位置，面对现实反而系俾我哋有更大嘅力量同空间，逆流而上，逆转局势，分分钟仲可能冲破障碍，反败为胜，使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好添。哇！原来换个角度思考系咁正嘅。讲到心态呢样嘢，好多人都以为我哋喺面对现实嘅真相嘅时候，只得一条路嘅啫。就是无奈的认输，无能为力的跟住人哋的批评行，绝望地行尸走肉的生活下去，直到死的那一日啊！哇，不至于咁灰系嘛？唔通我哋真系麻木到忘记咗凡事都有两面呢样嘢咩？既然系咁样，点解唔尝试用积极嘅心态去面对现实先？系嘛？的而且确要从原本习惯咗几十年嘅心态，突然之间转到另外一个心态继续嘅生活，系真系有啲难度嘅。只不过我哋系边个啊？人识得变通嘅人，忍一忍，咬紧牙关，闯过去之后，我哋就会发觉原来改变心态面对现实真系唔系几难嘅啫。常言道，既来之则安之。虽然话我哋唔系特登要同现实硬碰，但是既然他都来到我们面前了，不如踏出信心的一步去克服他，战胜他，总好过坐以待毙嘛。有了正确的心态，那我们就可以坦然地接受现实了。放心，接受现实不是向现实低头的意思，而是将现实看清楚，好好地分析，仔细地了解了之后，就更有把握地做足准备，周详的计划，在自己不足的地方落足功夫，取得最后的突破，甚至胜利。千祈不要逃避现实啊！一旦选择逃避，我们就渣都没得剩的，完全堕入现实所期待我们失败的陷阱的啦。话明是陷阱嘛，又怎会敢意让我们爬翻出来先，是吗？到那时我们想积极都挺难咯，就认真印证了那一句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，该会。可想而知，心态几咁重要呢？可以话系直接决定咗我哋嘅生活态度质素啊！又或者咁讲啦，心态系会直接左右我哋嘅生活成果㗎咯。试谂下，如果我哋嘅心态唔正確，再加上现实嘅逼迫，到时我哋就真系要接受翻唔到转头嘅现实，注定失败咯。亲爱嘅听众朋友，千祈唔好行到呢一步啊！咦，咁睇落，我哋唔系冇得揀喎。个关键是，既然有得揀咯，点解唔选择正面、阳光、积极嘅心态去面对现实啫？积极嘅心态呢，其实就好似俗语话斋，一次生两次熟，尝试多几次就会得心应手㗎啦。就算将来有再多嘅挑战、困难、现实要去面对呀，我哋都可以好专业嘅应对啦。因为我哋已经喺磨练嘅过程中装备好自己啦。现实喎，哟，使乜惊啊？应付多十个都仲得添，系嘛？除咗自己要准备好心态去接受现实，亦都唔可以忽略咗叫我哋面对现实嗰个人嘅心态。亦即系话，我哋都需要有智慧嘅去分析呢个人批评我哋嘅动机或者目的嘅。坦白讲，有啲人系真系有唯恐天下不乱嘅扭曲心态嘅。当他们见到我们被吓到慌失失呢，哇，他们就会好开心的了，所以千祈不要中计啊。不过他们的批评又好，人身攻击又好，什么难听的说话都好啦，
其实都不妨作为我们的警惕。如果啲批评真系有益嘅话，我哋可以将佢转为自我增值嘅动力啊！咁样日后我哋就可以避免自己成为一个咁样嘅人啦。当然，亦都有唔少出自爱心、真心为我哋好嘅人。当佢哋用爱心讲诚实说话嘅时候，系希望我哋可以勇敢嘅面对现实，唔好被自己嘅弱点连累。正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嘛。对于某啲习惯、方式、动作、说话、态度，有时我哋都已经麻木晒啦。依家有爱锡我哋、愿意我哋变得更好嘅人提点下，甚至好诚实嘅将个问题话俾我哋知，确实系一件好事。喺咁嘅情况之下，我哋就真系要好好地珍惜、谦卑嘅接受意见，跟住咧就要滴起心肝嘅面对现实、接受现实、调整心态，再发奋努力嘅作出改变，造就一个更好嘅自己。点样嘅人系唔愿意面对现实噶？就系、是、自欺欺人嘅人啦。当我哋连自己都呃埋嘅时候，基本上就等于放弃面对现实中嘅自己，一味喺说说服自己，我咁样都几好啊。好舒服啊，我冇病啊，我好开心啊，生活好满足添。自惊嘅系我哋所反映嘅好，只不过系喺金钱或者物质上嘅知足，而另外一面却系逃避紧伤害自己嘅病痛，摧毁紧精神嘅不良喜好，甚至消耗紧寿命嘅坏习惯，咁就唔理智，唔值得啦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真系有人愿意冒住同我哋绝交嘅可能嚟劝我哋嘅话，我哋系咪好应该放低自尊，走出 comfort zone 舒服范围，认真嘅睇一睇现实中嘅自己呢？点解唔俾自己一个得胜嘅机会、重生嘅机会、活得更精彩嘅机会呢？横掂得益处嘅始终都系自己，又或者咁讲，我哋根本冇蚀底噶，系咪先？所以咧，勇敢啲，俾啲信心自己，减肥又好。改变饮食习惯又好，调整做人嘅态度又好，搣甩啲坏习惯又好。总言之，对我哋好嘅，我哋就要改变心态，面对现实 ，KO 嗰个唔愿意我哋变得更好嘅旧我，俾自己一个全新开始嘅机会，活得更真实，拥有真正嘅自由，好吗？开心建成讲，由我 Raymond 陪你一起积极到底，勇敢嘅以智慧并且谦卑嘅面对现实，克服现实，喺现实中自由穿梭，继续嘅精彩生活。Yes。